安省新增感染个案基本上同寻日持平，但住院人数略有上升。安省今日新增感染个案2754宗，比寻日略减7宗，但住院人数就比寻日上升咗40人，有707人。ICU 人数有157人，新增死亡个案9宗，其中5宗发生在过去30日内，4宗发生在一个月之前。病毒检测阳性感染率亦都略升至13.5%。鉴于污水检测数据显示病毒在社区传播有明显上升的趋势，专家担心春季会迎来新一波的疫情。